因为我们中国著名旅游景点金华
环评大师都来参加我们的建筑挑战。因为疫情多年他都没有下来，他今天特地看我们的福建同乡会的乡亲团结的力量，在君豪大街头这个庆祝啊香港回归的这个20周年，及美国福建同乡会的成立81周年，非常荣幸也非常激动。今天的在场呢也知道了，我们的名誉主席陈秋生主席正式进入，对不对？还有了古蛋啊，这个司广义，还有秘书长，还有陈宇，还有陈淑顺，还有林芬的这个办公室的主任，还有我们的这个常务主席，对不对？我非常高兴，就是说最主要的，我们呢就是说福建同乡会团结，由陈秋生主席很正式去举行，这个支持我的工作，以后把福建同乡会发扬光大，再接再厉，为乡亲服务。重温旧事，泛起许多的片段，并没有忘掉，从每次失意时对比今天，昨天来过了困惑时，让笑里往事如在努力前进每一天。Believe in our dream， 回头像梦中青葱岁月，难过也绝不放弃，未来一切变改，还是喝彩。Believe in our dream。Come on.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6周年暨美国福建同乡会成立81周年庆典晚会入场仪式现在开始。81周年纪念日，81载栉风沐雨，81载春华秋实，如今
美国福建同乡会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新起点。说到香港回归，我也想到了一首歌《东方之珠》，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的脸，这就是中国香港人的真实写照。对啊，那么今天我们福建乡亲也让我想起了一首歌，那就是爱拼才会赢，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这正是我们福建乡亲的真实写照。说得太好了哈！回顾我们26周年，香港从窄街窄巷对外走向了一带一路，对内走进了粤港澳大湾区，可以说是真正的实现了内外双循环大发展。那么美国福建同乡会成立81年，这81年呢，福建人在海外从中餐馆已经走进了美国的科学和工程两院，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也走进国会山。水天一色夏无际，民港同欢乐未央，现在请大家用最最热烈的掌声祝贺香港回归祖国26周年。发明行胜无双地，四海人文第一帮，请大家用热烈掌声庆祝美国福建同乡会成立81周年。现在我宣布，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6周年，美国福建同乡会成立81周年庆年晚会现在开始。感谢大家的掌声，接下来我们将奏响中美两国国歌，请全体起立。首先呢，我们要引荐的第一位嘉宾就是美国福建同乡会主席陈恒上台致欢迎词，各位掌声鼓励。有请我们的陈恒主席。真的有点紧张，我为我们的领导聊聊，不是领导，而是大领导。首先，我要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馆。总理是王品大使到来，大家再次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大使。同乡会经过了风风雨雨
我们的总领馆大使王平非常关心我们的福建同乡会的团结力量。疫情一年他不方便来为我们社区，只是在悉尼，这次疫情过去了，同乡会的也团结了，也非常高兴他今天来到来，他时间很忙很充足，现在我就忍住了隆重的邀请王平大师上台讲话，大家热烈掌声欢迎。各位尊敬的侨领，各位福建和来自我们美东地区的侨胞，大家晚上好。今天是一个非常令人高兴的日子，我有幸和大家相聚在这里，实际上这也是疫情之后难得的一次机会，好长时间没有跟大家在一起了，所以今天也是特别的高兴。首先向各位福建的乡亲和大家致以最诚挚的问候，想念大家。尊敬的陈恩主席、陈仁东主席、福建同乡会的各位乡亲、来宾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值此庆祝香港回归26周年及美国福建同乡会成立81周年之际，我谨代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向福建同乡会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向81年来为福建同乡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历届的会员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我们福建同乡会啊，是以团结乡亲、抗日救国、同舟共济、图生自救为我们的创会宗旨，是美东地区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闽籍侨团之一，也是最早在纽约唐人街升起五星红旗的侨团之一。81年来，在历届主席的带领和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下，同乡会始终关心支持祖国和祖籍国的家乡建设发展，积极组织华裔工商界的人士回国投资兴业，发动旅美侨胞为国内抗震救灾、抗击疫情募款捐物，鼓励和支持华人华侨融入当地社会，积极参政议政，维护自身的权益，热心回馈社区，服务广大侨胞，也协助总领馆帮扶有困难的乡亲和留学人员。福建同乡会全体会员和广大闽籍侨胞们还一如既往地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就反独促统工作、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发出了坚定的声音，这些都充分地体现了以同乡会为代表的闽籍侨团的智慧和勇气、责任和担当，赢得了侨界和祖国人民的广泛的赞誉。我今天啊，要特别的感谢福建同乡会
举办了今天晚上的庆典，让我们有机会与广大的美东侨胞一起共襄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6周年的盛举，也共享香港回归以来不断发展进步的喜悦。正如中国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先生所指出的，海外华侨华人不管身在何处，来自何方，所思何职，都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大家身上流淌的都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即使有不同，甚至有分歧，也都不能超越这个共同点，再大的利益都不能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加重要。对于像我们福江同乡会这样一个大家庭来说，存在一些矛盾，有一些分歧是在所难免的，关键大家是要求同存异，争取最大的团结。今天我们站在了新的起点，我希望同乡会3位共同主席和全体会员都能够团结一心，带领同乡会为社区侨胞多做好事，多做实事，为弘扬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侨社的团结繁荣，推动中美民间友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来宾们，朋友们，香港回归祖国26年来，在祖国的全力支持下，在香港特区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取得了举世瞩目和公认的成绩。当前香港正处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关键的时刻，东方之珠将焕发新的璀璨风采。香港的繁荣稳定不仅惠及香港同胞，也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发展，也符合美国的利益。作为中美关系的参与者、促进者、受益者，希望包括闽籍侨胞在内的广大的美东侨胞能够汇聚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做民主复兴伟业的积极的贡献者，香港发展的有力的推动者，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的维护者，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我们的担当作为。驻纽约总领馆将继续和美东同胞在一起，一路同行，携手奋进。我们相信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最后预祝今天的活动取得圆满成功，祝现场的各位来宾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说得太好了，谢谢，感谢我们的高平大使哈，感谢您，我们有一束鲜花送给您，同时也是让咱们高平大使能够记住我们今晚的这一次活动，也记住咱们的福建人、福建乡亲。有请黄大使入座，有请。香港回归祖国26周年的宣传片，请各位保持肃静，谢谢各位。维护香港同胞的福祉，一国两制
是个好日子。心潮澎湃，回顾了当时我们香港回归的盛况，当然也有我们习近平总书记的发言，更是让我们感受到来自于祖籍国的那一份深情。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哈，我们的汪明大使行程是非常的紧凑的，也希望大家在不要打扰他的情况之下哈，能够让他有一些时间，能够让他好好的感受到与我们社区各位侨领各位民众之间的那份深情哈，尽量也大家注意哈，不要打扰到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活动还将继续的。谢谢，感谢各位的热情哈。我们今晚前来主题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东方明珠哈，我们的香港回归26周年的日子，我们见证了香港的成长与辉煌，同时呢，也是我们美国福建同乡会成立81周年的日子。那在这样一个场合，我们要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发言嘉宾。尊敬的各位嘉宾，我还是那句话，首先我们感谢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驻纽约总领馆总领事王平大使，他在马蒙登抽出我们的时间来看望我们福建乡亲。我们福建乡亲是值得庆祝的，因为今天我们福建同乡会大团结。啊，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理事们、副总理事、陈军涛主任、景玉林女士、赵新奇女士，尊敬的驻美港官，尊敬的各位乡亲、媒体们、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7月1日是个特别的好日子。26年前的今天，我们美丽的东方之珠香港回到了祖国怀抱，举国欢庆。今天我非常的高兴和大家在这里一起庆祝这个难忘的好日子。借这个好日子，我们在这里举办美国福建同乡会第81届庆典。首先，让我代表美国福建同乡会及全体同仁出席的今天的庆典所有的嘉宾，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感谢你们的关心与支持，祝敬美国福建同乡会的大团结。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美国福建同乡会，领将两岸一家亲。希望福建同乡会重新汇聚在美国福建同乡会的大旗下，去往快来，为福建同乡会发展历史写下精彩的一页。美国福建同乡会几号已经吹响，我们热烈欢迎的领军侨团、侨领、社区贤达有志人士加入我们的团队，用我们的真诚不懈的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走出服务乡亲正道、维护华侨华人的诚意，培养好下一代的龙流主流社会，促进中美友好，维护祖国领土完成。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团结才能致力于世界，才有谋求进步与发展。自从去年我上任以来，我们福建同乡会和美国繁荣华埠总乡会、北京福建同乡会的共同举办多场大型活动。田村内总监和侯建立会长是我最佳的搭档，特别是去年
年，今年两届中亚太裔文化大游行吸引了众多主流媒体报道。在这里我特别感谢王平大使武副总，还有陈军高主任、邢玉玲女士都参加了活动，而且走完了十一条街，还有去年我们在八大道举行的中秋节传统文化交流，大年初一在唐人街举办了中国传统炮竹文化节暨第二十五届的新春爱心大游行，都吸引了好几万的观众。还有去年十月第二十届推进中美友好庆祝国庆活动，首次在唐人街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至今令人印象深刻。还有北京同乡会举办了第十二届时中国水地欢杯的中文歌曲比赛，每一届都是精彩万分。在这里我呼吁大家一定要努力推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宣传中国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为中美两国世代友谊多做贡献。朋友们，来宾们，让我们一起团结吧。最后我们祝祖国，伟大的祖国繁荣不长，国泰民安，世界太平，祝美丽的香港明天会更好。再过三天就是美国的国庆，我在这里提早各位来宾、各位乡亲、我的大哥姐妹、我的好朋友，祝你们在美国节日快乐，家庭幸福，永远平安吉祥。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感谢我们的陈龙主席。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陈伦东主席上台致欢迎词，让我们掌声有请。尊敬的旅游主领馆，各位嘉宾，各位兄弟在座主席，大家晚上好。今天是美国福建同乡会八十一届全体同仁在纽约华盛君豪酒楼庆祝香港回归二十六周年晚会，表现热烈的祝贺。2023与纪念下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六周年的纪念日，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六年来，香港迎来无数也经历过风风雨雨，在祖国的怀抱里，香港回归香回顾香港回归二十周年，虽然经历新冠疫情的种种挑战，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跟联合举足不论的成功，他们两个拍了一国两制对香港而言是最大的帮助，一带一路提倡了改革开放，为香港发展插上之翅膀，更是锦上添花。香港经历过一百年胜利回归祖国的怀抱，洗刷了中华民族核心的耻辱，完成了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的重要一步。这是中华民族史册的千秋功业。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年，在每个关键的时刻，总有祖国作为坚强的后盾。随着今年香港呈现出生机勃勃、万象更新的良好开局，特区行政政府也可以开放，包容着态度欢迎四海人才，迎接八方游客。凭借背后祖国通过世界表达努力的香港是光荣未来可生，也祝大家在美国国庆节日快乐，谢谢大家。我们的领事来到了舞台上，同时跟我们的两位主席陈红还有陈文东跟我们的著名的歌唱家李坤先生一同为大家送上这首
永嘉上台来。81年的美国福建同乡会的会，因为真的很开心，也代表庆祝我们香港回归祖国26年，所以看到今天那么多好朋友，所以很谢谢大家为我们的先驱支持那么多年。然后我们今天要给大家送出那个为美国福建同乡会送出一个 citation。自己说一下，这一张照片哈是我们纽约州众议员 Lester Choi 郑永嘉先生代表纽约州政府为两位共同主席陈恒主席和陈仁东主席颁发的嘉奖状。纽约市议员马泰，让我们掌声有请。你们好，我叫马泰，今天很高兴在 Hogan American Association event today。It's an honor to be here because of what this community represents. You know we're going far together, and I'm proud to be here. Thank you all. 谢谢，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市议员马泰先生。西庆主任，让我们掌声有请。允许我代表孟昭文国会议员，向福建同乡会成立81周年，表示他最诚挚、最热情的祝贺，还特别委托我给福建同乡会的上一任老会长郑思琪先生，颁发美国国会最高的一个奖项，Proclamation。同时呢，孟昭文议员还命名2023年。7月1日为美国联邦第六选区郑思琪日，有请郑思琪会长。来来来，我相信陈恒会长、陈仁东会长，将来有一天他们退下来交班的时候，一样，孟议员也给他们发奖。大家说，好不好？好，好，一定要奖给你啊！好，谢谢，我给他们加油。谢谢您，确实未来可期哈，来代表我们的纽约市长，让我们掌声有请。Andrew 今天市长有安排了来不了，就是他想祝福于美国福建同乡会81周年的元气，想恭喜他一下，然后希望他有一个好的。福建公所的秘书长曾贤秋，让我们掌声有请。参加福建同乡会庆祝香港回归26周年，还有81届的成立的会庆，在这里，请让我代表美国福建公所郑德良主席以及全体同仁向大会的盛大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公所也愿意与福建同乡会共同努力，为帮助乡亲，为繁荣社区，为促进中美友好关系做出努力。最后，祝愿所有的侨胞们、乡亲们、来宾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谢谢。谢谢。来自长乐工会的卢建顺主席，让我们来各位掌声欢迎。美国福建同乡会主办的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6周年，福建同乡会成立81周年庆典联欢晚会。首先，我代表美国长乐工会全体同仁，向工会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我相信美国福建同乡会在三位主席带领下，会用深深绿色，更上一层楼。祝在座的各位来宾身体健康，阖家幸福。福建会馆的陈昭颖主席，晚上主持了庆祝香港回归26周年庆典，及美国福建同乡会81周年庆典晚会。首先，我预祝今晚的晚会圆满成功，因为以后的合作，也预祝各位今天的活动呢，以后多多举办，也希望出席的嘉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美国长乐联盟总会轮值主席陈书胜主席。非常有幸，我受邀参加今天的晚会，在此我代表长乐联盟总会向大家致以亲切的问候，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黄金时刻。今天，同时也是美国福建同乡会81届庆典大会，只有团结才能受到人们的尊敬。我希望我们能够团结一致，为了旅美乡亲的共同的利益，为了我们华人的尊严而努力。谢谢大家。福建妇女联盟友好总会的杨连英主席，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第一次接见同乡会的茶民乡亲们在这里，对我们莫大的鼓舞。在此，我代表美国福建妇女友好联盟总会，向文廷大使、向各位纪要、向各位茶民乡亲、乡亲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深深的祝福，感谢各位茶民的努力。新的征程序名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团结努力，为人民服务，为中美两国友谊做出一米的贡献。在此，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13周年，我们7月5号在海悦大酒楼，欢迎所有福建人来参加，我们这个最大的庆典晚会。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致谢词的环节了，让我们掌声有请美国福建同乡会的秘书长陈武为我们致谢词，让我们掌声有请。尊敬的各位嘉宾。美国福建同乡会走过了不平凡的81春秋，感恩大家一路同行。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6周年的大好日子，也是建党102周年纪念日，大家欢聚君豪大酒楼，共同祝福香港，祝福祖国明天会更好，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而美好，让我们记住今日的欢乐时光，将这份美好永远珍藏。千言万语让我化作一句感谢吧，谢谢大家的光临，让我们祝愿来年庆前再度欢聚，把悲化未来，祝你们有个愉快的晚间时刻，谢谢大家。来，让我们有请可可老师的团队为我们带来精彩的 hiphop。
爱鸟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爱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聚，无畏今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聚，无畏今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上总无负众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记着成功需苦干，如无互助守望，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常妨碍着远望，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想明白，努力后才有望，同留在海角当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让我心路待迎坚毅待迎建立每一天，而梦想的回音中可听见，明天前路有阻隔难免，成就要用未来答辩，回头望起点从未担心雨天，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身边开展不忘信念，长跑尽全力领先。